山。刚才呢，学了一下，现在交第一个作业，要去拍一段小视频。现在下到楼下了，我们要往外走。这个小区有点大，所以呢，没有停车场，车都停在楼底下。继续往外走，还有公交站，出门赶车也很方便。旁边有个小公园，早晨可以来锻炼一下。就在路口这个地方，我们马上就到了，看到了吗？就在马路对面，我们现在要走过去。现在是红灯，我们要等一下。我先给大家拉近。三行石，看到了吧？三块大石头组合成一个山的形状，后面的画也是山。在小区的这个角上有一个山，它是对着路口。三岔路口，这是我们刚才过来的地方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回去，我也不知道拍的能不能及格，先回去吧。